Thank you.
地板下自烫可减缓气候潮湿干燥，造成龟裂损坏，延长使用寿命。大家都蛮知道。被残碳，修理车、轿车也都可以放，以前很流行啊。阳聚集之地啊，阳聚院，很难听哦。是客家先民沿着龙井溪畔建立的内埔庄，以妈祖庙为中心，老街成为内埔交通、经济、文化之荟萃。这个是一条鱼，对不对？一条鱼，鲤鱼跃龙门，穿墙哎。
哎，国家三级。是不是野狗太多了？三里祠位于天后峰场，为全台唯一主祀韩愈的庙宇，也是昔日科举时代的学府。哎，以前这也是以前的学校嘛。内埔国小的发源地，这是内埔国小的发源地。六对仙女感念韩愈严师心学的恩泽，遂起兴建三里祠为讲学之所。在每逢考季，吸引大批学子前来祈求金榜题名。走吧。